作者拈花惹笑，演播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制作千雪。第666集，剑一倒了，倒在了凤九儿的怀中，他脸色乌黑，脉搏微弱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气息正在一点一点的抽离，仿佛随时都会彻底断掉。他立即抽出银针，将他心门各大的穴位封死。毒素早之前已经深入了五脏六腑，这个时候就算再封穴也来不及了。剑一，剑一，你醒醒！凤九儿指尖再次扣上五枚银针，锁住他四肢穴道，可是还是不行，毒已经是彻底跑遍了全身，根本就封不住了。剑一，你别睡！这种情况下，一旦睡了，体温就会立即下降，也许就再也睁不开眼睛了。剑一，剑一！凤九儿，我在。凤九儿一把握住他的手，哑声道：“你坚强一点，我还在想办法，会好起来的。”但他的脉搏已经弱得连他都几乎找不到，他的体温还在下降，没有解毒的良药，没有血清，什么都没有，他毒素无法解除了。九儿，剑一握住他的手，五指渐渐收紧。出路，快！他鼻子一酸，这次眼泪真的滑了下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人却总是没有好下场？为什么他体内的毒素连银针封穴都封不住？为什么他都这样了还要记挂着他的安危？那个和他斗嘴被他捉弄脸红耳赤却忍不住生气的男子在他的脑海里不断徘徊，而眼前的他生命的迹象却在一点一点流逝。上头的黑衣人看不见剑一守在下方的身影后，开始商议着下来的时候，忽然一阵凉风掠过，嗖嗖两声，竟从上方跳下来两人。凤九儿手里扣着银针，瞪着他们，指尖越握越紧。男的毒发身亡了。一名黑衣人看到倒在地上的剑一，顿时眉眼一亮。快把凤九儿带走。另一人狠狠松了一口气，一阵兴奋，举着长剑便往他们走来。九儿指尖的银针微微的颤抖，他现在没有内力，就算银针甩出去，对他们也无法造成多大的伤害。但他如今的手里却也只剩下这两枚银针了。这男的真的死了？黑衣人一个激动，立即加快步伐，瞬间来到凤九儿的跟前。九儿就等这一刻，等他们靠近自己时，手里的银针用力往那个人脖子上扎去。毫无防备的黑衣人被扎了一把，顿时滚在地上痛呼了两声，之后忽然口吐白沫晕了过去。另一人盯着凤九儿怒道：该死的臭丫头，老子先砍掉你的手。说罢长剑一挥，就要向凤九儿手上砍去。他还跪坐在剑一的身边，此时根本就是避无可避，可他不慌不忙，眼睁睁看着那把长剑即将砍上自己的手臂。既然已经无路可逃，何必还要浪费力气？今日他命丧在此，或许是天意难违。忽然呼的一声，一道身影从眼前掠过，原本已经陷入昏厥状态的剑一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从地上一跃而起，一掌推了出去。黑衣人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烈的叫声，那壮实的身躯便已经落入了万丈深渊。上头那些准备要下来的人顿时一个个吓得退了回去。从崖顶上方的角度看不见下头是什么情况，更不知道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他们两个兄弟进去之后，一个倒地惨叫之后没了声息，另一个直接被人一掌打落了悬崖。兵不厌诈，
原来刚才下头那该死的男人不过是在装死。这么一来，上头的人断然也不敢再贸然下去了。剑一却也在将对方打落悬崖之后，一口黑血狂涌而出，高大的身躯直挺挺往后倒下。视线里，凤九儿眼角带着泪，扑到他身上，正在疯狂地给他施针。可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到这一刻便彻底停止了。他眼角那滴泪沿着脸颊滑了下来，这一刻的女孩美得让人窒息。终于有这么一个人真心实意地为她流泪，没有虚情假意，没有利用，也没有谎言，真真实实她在为她哭泣。她想抬起手给她将眼角的泪抹掉，可双手就如有千斤重，连指头都无法动一下。别哭，不要哭了，快走，回到他们身边。是他将他带走，让他陷入绝境。对不起，九儿，若有来生，他一定会守在他身边，以命相守，永远不会再让他受半点伤害，永远不会再说砍他的手，不会再让他担惊受怕。对不起，今生没有能力保护你，对不起，来世一定会好好的守护着你，对不起。视线里，女孩一把抹掉眼角的泪，将自己的袖子挽起来，凑到唇边，一口咬了下去。她不知道她要做什么，只知道当她将自己的皮肉咬破，当鲜血从她手臂上溢出的时候，她心脏所在的位置忽然很疼。走在前头，那道高大的身影一晃，忽然捂住自己心脏所在之处，单膝跪了下去。雅奴。乔木立即追了上去，在他身边蹲了下来。怎么回事啊？哪里受了伤？好端端的，怎么忽然脸色变得如此苍白，一副痛苦的样子？雅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只是忽然间心脏所在的地方好像是被刀子狠狠戳了一把，痛，那份痛来得忽然，痛得他连站都站不住，可却在下一秒瞬间消失，这会儿已经一点感觉都没了。他皱了皱眉，从地上站起来，看着自己的心门，眼底有几分疑惑。到底怎么回事啊？乔木一脸紧张，刚才还好好的，现在一张脸竟惨白如纸。不知道。雅奴抬手往额上抹了一把，未想竟然全都是冷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刚刚忽然就痛成那样？难道九儿，你预感到了什么？乔木捕捉到他眼下那一抹惊慌，自己顿时也不安了起来。是不是感觉到了九儿发生了什么事？雅奴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的呼吸缓和过来。他看着远方，不是，但我觉得我们离他不远了。本集播讲完毕，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